我溜一圈啊。是的。不用跟着我，我能，我就，哎呦呦呦！没事没事没事，我六号了，我六号了。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个在公路车里边叫零速摔。什么叫零速摔呢？就是在没有速度的情况下，注意力溜号了，然后鞋没有离开脚蹬，就会摔倒。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啊，我那个做一个良好的示范，那个出门骑行要戴头盔。我为什么没戴呢？是因为我串串邻居不会有速度，对，是零速摔，对不对？对。